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木头做的木呀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欢迎收看，我是一只萌萌哒的小僵尸第六季。咱们上期干嘛来着？上期我们去了那个对面的丛林岛里面，开了一个箱子，拿到了个末影之眼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好了，咱们这期的话，那个在上期视频有很多小伙伴留言说，那个在咱们的主岛那个 TNT 上面是有个箱子的，然后在之前咱们不是闯入了那个什么被史蒂夫占领的那个岛，他们说那个岛肯定是有宝物的，叫咱们待会过去看一下。咱们先看一下这边吧，就在咱们头顶这个 TNT 的一个小圆球，看到没？你那边有搭房子的那个东西吗？我这边有很多木材。我身上有原石，我直接搭上去了。你搭上去看。你去干嘛？我回去做点东西。做什么？你猜呀。等一下，我搭。我做。我刚刚在烦恼我怎么下去。你可以跳到岩浆里面去。开玩笑，像我这样的高玩，怎么可能？三文治有妙计，我等会给你去做一个那个水桶，给你弄点水，然后你跳到岩浆里面去，我去给你浇面。不是你们这些大屁眼子，哪来的箱子啊？被骗呢！你们这些大屁眼子，是想看我那个，想看我展现真正的技术是吧？落地水是吧？好，满足你们，开什么玩笑，我怎么可能会被摔死呢？掌声在哪里？啪你个头，啪啪啪啪啪。我这是在模仿掌声嘛，我寻思着我也不能用手拍呀。好了，那咱们接下来的话，那我好像看到那个岛上面有一个也是一个小圆球，好像不是 TNT 的。你踢逼我，咱们现在过去看一下。好的，我过来了，我先过来。哦对，咱们上期要做的那个无限弓，我在线下已经用那个复制存档的方法把它附魔出来了。我就说嘛。哎，好像是西瓜哎。那个小球是个西瓜啊。对对对对对，我看到了。我觉得这个岛上面肯定还有别的史蒂夫。可怕。小心点啊，小心点，你不要到处乱闯啊。我在你后面，我看到你的闪光裤衩子。我看到那个医生史蒂夫跟那个圣诞史蒂夫了。我先往前。成功干掉一个，这个圣诞史蒂夫，哎，射到他了，漂亮。别过来。怎么了？就一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玩意的史蒂夫，就那个很恐怖的史蒂夫。哦，看到了，你把他引那个岩浆里面去。啊，我把他勾引过来，过来，来呀，快回呀，反正有大把时光，来呀。就一个吗？好像就一个，先把这个勾引过来再说。哎，这个圣诞，快回呀！圣诞史蒂夫掉了两把金镐子。哇，还有。还有你那边交给你了，我现在只能勾引一个过来。来呀，快回呀，反正有大把时光，快点。我觉得吧，应该不止一只。这个还是有点智商的，他竟然不敢给我跳下来。你是不是傻哟？你，我被他打下去，我把他打，呸，我把他打下去了。好气啊，他不跟我追着过来。你笨的，你不知道在岩浆这边搭些方块，然后跳到那个方块那边，跳到方块那里去啊。我做那个钓竿，你要不要？等，哎，谁射我？谁用弓箭射？我的天哪！哎，等一下，不能往那边走。来，过来，有本事你就过来，你给我下去！救！救命啊！水，我需要水，冲，把你们冲下去，下去，打他！
打死你，打死你，你上来呀，你不是跟我刚呀。你手中拿着个猎人棒，你想怼我，怼我菊花吗？干什么看什么看，看什么看，我不是那种小僵尸，我告诉你。哎，这边解决了，我觉得这个岛上面肯定还有那个僵尸史蒂夫。我先上去看一下，等一下这个给你，这个就交给你了。什么东西啊？钓竿吗？嗯，对。这下面还有两个，我去上面看一下。谁在打我？那个医生史蒂夫这里偷偷摸摸的打我，小心点啊。嗯，我先到前面去探探路。你别打我，你又不是不打我，你又不是不打我。我倒是很好奇，这个岛上面到底隐藏着什么宝物啊？对啊，有这么多的怪，而且都是好厉害的怪。还，哎，没了。忍者史蒂夫，好像就两只。我这边还看到有那个圣诞史蒂夫，这里还有一只。好像这上面没看到，就一个西瓜。难不成西瓜里面隐藏着一个箱子吗？你上去还是我上去？ 我先上去看一下。好的，我在下面等你。怎么了？我又看到一个史蒂夫，圣诞史蒂夫，我看一下他能爆出什么东西。旁边还有一个忍者史蒂夫，小心点。啊！西瓜，多么香！过来把它引下去。看一下这个西瓜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东西。哎，有个箱子。有什么东西？附魔的钻石剑，锋利五火焰附加二，然后一把无限火势力量的弓。我的天哪，解决了咱们的烦恼啊。你过来，你过。等一下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哼，开什么玩笑，你们肯定是会 是会以为我会失误的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？我就是和那个史蒂夫同归于尽了。你确定同归于尽了？对啊，我确定同归于尽了。你去看一下，他已经给我打到岩浆里面去了。我踢踢你，踢踢你。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踢踢你了呀，因为我死了。我刚刚不记得我从哪边掉下去的。走吧，咱们先回去吧。这把弓给你，这把无限的弓给你。女人呢？你在哪里？你踢踢我呀，笨蛋。我来呢。我的钻石帽子马上就那个了。就没耐久了。有钻石，我这里有钻石，我这里还有12颗钻石，不对，18颗。走，咱们先回家。无限一的弓。走，我这里还有，这边还有，在咱们这个主岛这边。哎呦，怎么突然刷了那么多怪？铁锭，掉了个铁锭。开玩笑，让你们摸到就算我，哎呦，让你们摸到就算我输。前面还有，先把这几个毒瘤解决了。你笨的，你不知道走位一下就直冲冲的那个。我是你二师弟，你知道吗，猴哥？我皮厚，我耐打。没毛病，老铁。应该没了吧？好像是没有了。我有个金甲。我是中毒了吗？为什么我这视角？什么情况？没事，我来把你给打死吧。不是，我感觉我晕头转向的。K.O. 怎么回事？还有，我是中毒了吗？你中毒了死了，应该就不会中毒了呀。不是，我现在移动我视角的效果就好像是那个恶心效果一样。
什么情况？你是不是拿的那个大宝剑的问题？不，大宝剑我没拿在手中啊。我看你是拿在手中的呀。我刚刚是拿的另外一把剑，我之前父母的剑。那给你那个钻石，你拿着。等一下，我需要大推一下游戏。好了，来，终于恢复了。给你钻石。你哪来这么多钻石啊？上哪偷的？我会告诉你，你在那里存档复制重新那个啥，我的所有东西都没有了，我就跑去那个矿洞去挖矿去呢。还有一个黑钥匙你要吗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？哎呦哎好了，咱们接下来的话就去那边吧，从这边咱们电路过去吧，去那个火山岛的话，它上面有一个那个末地传送门，需要咱们之前获得的这个末影之眼来激活那个传送门。我附魔那个大宝剑锋利一的。哦对，差点忘记了，咱们还有那个没打。什么没打？那个三个头的丑家伙凋零啊。咱们都忘了呀。对啊，得去线下多收集一点那个凋零骷髅的头。我会告诉你，我差点被自己烧死了吗？差，已经死了。我都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上去看一下，这个岛会不会也有隐藏着什么宝物啊？这个岛，我的天哪，好会烫屁股耶！找个合适的位置上去啊。并没有合适的位置。啊，烫屁股！你是不是傻哟？用这个木板来垫，木板会被岩浆烧起来的。会烧起来呀？肯定啊。哦，我就说呢，怎么还是烫屁股？哦，好烫。然后从这边跳上去，哎，这边没有岩浆，你 TP 我呀？哦，对了，我忘了还可以 TP。上来了，不知道这岩浆下面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啊？我先把这几个口子，先把它堵掉。你还有吃的东西吗？有。给我一根辣条呗，我只有一格血了。给你吃西瓜。好的，我爱吃西瓜。嗯。所以，去吧，屌毛秀，去看一下岩浆里面有什么。反正你皮厚，正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，对不对？你又是二师兄，周围走走看，看下有没有暗格。你觉得会有什么吗？你觉得呢？你走走看呀，说不定上下面。我走了。走了，你就是这样走的。对啊，我就这么走的，你看，都不会沉下去。哎，你人呢？我就在这里呀、啊。你看都不会沉下去，哪里会有什么东西？哎。应该下面是没有什么别的东西的。那咱们先把这个传送门给激活吧。我带你去看一下，地狱那边可是一副很恐怖的景象。好的，我过来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回，走，又降火爱降火。这里需要咱们电过去的。完了，那个丑八怪龙又过来了。我这里有方块，你等一下，我电过去。等等，我听到了末影人的声音，你是不是刚刚看他眼睛了？没有啊，我都没过去看。末影龙飞过来了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我在生气。你干嘛打我下来呀？我还得重新走过去。干得漂亮。好了，那咱们这期的视频就暂时先到这里了吧。
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那个地方，咱们等那个等下期打了那个三个套路的吵架伙再去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